一亮吃饭了，你妈呢？还在睡觉啊？对啊，好像还在睡觉呀。还在睡觉？有点太过分了，有点。爸，你别冲动。放假了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睡是吧？下午睡，白天睡。这你别笑。那个饭做好了，我叫你起床吃饭呢。那个还有一个菜，你再睡一会儿啊。还有一个菜，我炒好了，我都叫你。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你非得吵你妈睡觉是吧？你这是。陪你现在走啊。还有一个菜啊，我炒好了，一会儿叫你啊。坐好了。这一年呢很快就过去了，又到了我们每年发奖金的这个时候了。哦，这一年呢你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但是这个奖金呢我还没有想好具体要发给谁。我觉得那肯定是给我了。因为我每天下班以后我会去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拖地，然后接孩子、送孩子，都是我来干。我觉得我的贡献是最大，所以说这个奖金我感觉应该给我。妈，我觉得这个奖金应该给我。我平时放学以后也会为家里做很多事情啊。那我跟你不就是一样的了吗？谁得不一样的呀？爸，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。那何永清，你呢？妈，我不要。你给他们两个分了吧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学习是我自己分内的事情。为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是我们家里的成员每个人应当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算功劳。所以我没资格拿这些钱。不错，你们俩看看，你看看人家何永清，你不跟人家何永清学学啊？平时看你父女俩挺好的啊，一到关键时刻，你看看都顾自己了，是不是？你别笑。现在我决定把这个奖金给何永清。散会。